今天哈、啊、就来到我的小弟哦改装的日子啊，我先来介绍一下啊，进底家这个是咱的义勤叔叔啊。今天咱要改，你无大概介绍一下是改装安怎？改90啊？改90，哎，进大概超招可能啦，可能超65多啦。阿、啊、朗正常来讲应该盖得一啊，我都大概多少？大概，哦，安嘞安嘞哈，哦，一个漂亮的哈，义勤叔叔的太太，嗯，那个啊，妹妹啊、哦，几年级了？好，哇，个这个，小可爱，嗯，那个，边下这陈大啊。哦今仔先和你来试一下车，啊，看一下目前哈，重温一下国中、高中，啊的状态安尼啊，基本上就是安尼一拜啊挂棒安尼啦，啊个垂下坡安尼啦，哎呦你妈，测出他目前的极限，啊，我见哈小弟，这摆要改装，会唔敢啊？没啦哈，要来开就对啦。陈大，刚出力了。我的试车手回来了，阿叻陈大，目前的状态安怎？72了哈。OK。要开始要来改装，专工拜托，专工为台中招来整卡改装的啦，啊，辛苦啊，这义勤叔叔，江宏兄，啊，你，哎，你叔叔边啊，倒三工倒二，啊，操，一寡工夫。
要伤到别人。可爱的妹妹，Hello， 嗨，真可爱。是高级工程师好老实呢，两个人修理一台电话电源线嘛。啊，被狗咬断的、啊。超可爱的，好玩吗？可爱，对呀、啊。两个在修理电风扇。气缸抹的是什么？
因为它就是真的薯条啊。OK， 好，开动啊！好吃。有没有洗手？当然了。你没有牙齿可以吃啊？你呢？陈大吃薯条啊，你最爱的薯条来了，真是真的薯条。